高中毕业的冬奥羽球拿下金牌的国手李阳，今天和同为校友的教练陈宏林一同回母校探望师长。李阳跟陈宏林回到母校，受到校长跟师生们的热烈欢迎。校长钟定先表示，原本跟市府要筹办奥运英雄游行活动，但是因为选手仍然有训练，而且再加上疫情不稳定，决定改办欢迎会。李阳说，感谢在学校的时候教练跟学长指导，才会有今天的成绩，也祝福学弟妹能有比他更好的成绩。